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摸我屁股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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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好。他先试车是不是？我们加爬山啊。没关系，我抱他。来来来。找你喜欢的男生，真的吗？他喜欢什么男生？不可以捐吧？他全身都要直的吗？对，我喜欢小的，好不好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好哎，其实就这样，看感觉。对，看感觉。那你今年有什么目标？跟着我老板赚大钱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他是我助理。对，我有经济独立不用担心。168。163而已，他穿高跟鞋。对对对。那我找到我打烂给你。好。那你有单车？确定单车吗？确定单车。他定了。我姐妹都说我是跟前男友分开两个月，我是因为他才上来台北。我就留在台北工作。对，因为我本来都在大陆工作。大陆做什么？跳舞啊，跳钢丝那种。难怪，感觉蛮有那个肌耐力的。不要，我怕男生吓到啦。好，等我好消息。等你。等等见。开车，开车，走，我帮你开车一个，没关系啊，好的，没关系啊，真的吗？开车，都认识朋友啊，很好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走，你几岁？我25。那你做什么工作？网络社群的行销业务。你是体育生对不对？哦，我来打篮球的。什么星座？天蝎。什么名字？Jason啊。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买车买房。可以，可以。可能要背对背啊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可以认识。我总觉得是我认识的人啊。他叫做什么 ？Jason。Jason 吗？嗯。照右手边是我们的 Jason， 网络行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摸我屁股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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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好。他先试车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不小心的。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。等一下，他姓丁吗？你姓丁吗？是。不是啦。你是 Jessica， 舞者兼行政秘书。数到三，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！ 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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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。认识的吗？应该不是，不是办公室的。太阳眼大，换个位置吧。好好，换个位置，换个。啊，好好好，这样可以。单眼皮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单眼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哇，好棒哦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我请他，他去我射心哎。你真的男生好。真的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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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们家来，之后可以联络。他是社群经营。不是社群，社群啊，社群。好啊，壁咚，壁咚。壁咚是怎样？来，十秒，3、2、1 ，Go！哎哇，那他脚窝很好看，你看脚窝很好看。我也有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爸，你们小孩也会有啊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恋爱的感觉啊，可以啊，打分数9分，蛮好的。对，为什么会给9分呢？因为高，然后又阳光，然后是单眼皮。GP 棒啊！哎，我很努力找，好不好？9分。为什么会给9分呢？因为我喜欢笑起来很好看的女生。可以啊，还有运动。对，我也会喜欢运动，可以一起运动。他还会跳钢管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他 dancer 啊。那希望有天可以看他表演。可以啊，那你是在台北吗？我在台北啊，我在台北。哦，对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那你们可以常联络，然后互动一下。好，来一个。要真的塞奶那种啊？嗯。我们加爬山啊。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来来。拍照！你在他在发抖哎！不照！可以啊。现在可以
买的三种是什么？金龙股，然后 ETF， 然后我只有研究这两种，其实我是买金融跟 ETF， 成成股吗？跟你一样啊。可以，你几岁？我二四。好，你这个是什么刺青？我之前刺的花。这个还有一个。哦，泰文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阿拉伯文，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，可以可以。单身多久？单身三个月，正式分开三个月。正式。我之前在冬至的时候，你有一次也有问我。啊，可是我没有帮你找到，对不对？还是你那时候有男朋友？那时候男朋友。看缘分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我看电影，超爱看电影。推荐一部。你觉得毕生一定要看的电影？《楚门的世界》。哦，金凯瑞。对，金凯瑞那个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还有什么休闲娱乐？我喜欢去踏青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买一栋房子。买一栋房子，买在哪里？台北市。台北市。那你蹦迪都怎么跳？睡，Go One Go。哎，好尴尬哦，好尴尬。我现在在台北上。财经杂志，那怎么不做了？不想做啦，我做那份工两年了。那你对于金融有研究哎？你也自己买股票吗？有，ETF 元大五十。哦，很专业。你是念财经的吗？是，我念法文。你讲几句？Don't you remember Bill I think？ 哦，自我介绍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好，我找到了，打给你。好。喜欢单眼皮的，你几岁？25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好棒哦！那你做什么工作？业务，做、哦、什么的业务？汽车租赁的。有跑车吗？有租赁跑车的。那你自己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健身哦。还有嘞？打篮球。健身篮球。跟朋友去爬山。哦，都是户外的。未来的梦想是？跟朋友在印尼合作。印尼要卖什么？水吗？有企业，就是跟朋友一起过去那边。来，你面对那边。啊。有，右手边是我们的 Irene， 160。之前做财经。那左手边是我们的 Kevin， 是汽车租赁业务。好，然后现在数到三哦，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忘了，真的是单眼皮。他单眼皮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眼睛超小的啦？不好意思拔掉。对。那时候他一点单一点双啊，他很厉害。他两年财经杂志主编，主编整本都他写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买的三种是什么？金融股，然后 ETF。然后我只有研究这两种，其实。我是买金融跟 ETF。跟你一样。跟你一样啊。够壮吗？大家对不对？来看一下他的手，捏捏看啊，很壮很壮，安全感。那你们加一下那个啊，给你看他的刺青，这个刺青的，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，好吧，带他去刺，好不好？好，加赖，这个一定可以，很多次。我加你们，你可以几次卧推啦？什么 ？ETF 是什么？ETF 应该比较专业了。它就是比如说元大五十，它就是把台湾五十家企业就是放成一小个股，然后你可以买。一买就是五十家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比较分散风险这样。对，适合长期的。对对。长期。不看十秒，闭动，你要打开眼睛哈，眼睛要打开啊，好，十秒，再 go。啊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很不错啦，你以后要做事业，要跟有头脑的女生，很棒啊，恋爱的感觉啊，恋爱啊。那我们来打分数。9分。蛮好的，为什么会给9分呢？因为我喜欢单眼皮跟壮。哦，有符合。感觉蛮斯文的。嗯，对啊 ，Give me five。谢谢，我来问他。9分。哦，不错，为什么会给9分？是会有。蛮有想法的，会投资，自己有规划。这一种类型 model 比较少见。好，命他哦，好，可以可以，你们互动一下。我觉得有点冷。那我抱你。
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交友有没有单纯。有，他看起来是没有的。那你们要自己约哦。那、我放我的 YouTube 哦。好。